喂阿达，有咩搞啊？哎，我去紧光华铲白竹节会啊！佢输得好惨啊！我父的天父与你的命受险啊！你而家好惊咩？农历七月就未完啦，但系万圣节都就嚟到咯，所以咧周围都好猛鬼噶，就好似有好多人咧都已经被呢个大鬼灯吓亲啦。嗱，经过一番嘅细心调查咧，就发现啦，原来就系呢一个哈鲁维恐怖手提大鬼灯吓亲啦。呢啲大鬼灯咧有三种款式可以俾你拣嘅，嗱，又包括有科学怪人啦，有巫婆，有大头鬼骷髅头嘅。而我手头上呢一个咧就系大头鬼骷髅头啦。哇！呢一盏大鬼灯啊，净系睇个外形已经够晒恐怖啦。再拍一下啦，呢粒掣啊，有一个好微弱又恐怖嘅灯光咧射出嚟啦。再拍多下，哇！吓人嘅叫声就系咁出嚟啦，心血少嘅人啊都会被佢吓到啊。既然就嚟到万圣节啦，我相信咧嚟紧嘅日子啊，都会越嚟越多大鬼灯出没嘅。嗱，当系吓人又好啊，或者当系万圣节嘅饰物摆设都好咧，呢一盏啊哈鲁威恐怖手提大鬼灯啊，都玩得过噶。如果你都想得到呢一盏哈鲁威恐怖手提大鬼灯嘅话，只要成为大反派嘅会员，再上到大反派嘅 forum 嗰度留言，讲下点解你会咁 like 呢盏灯。你就隨時有機會拎佢翻去周圍嚇人啊！嗱，呢啲咧，既然就嚟到萬聖節啦，我相信咧呢聖節嘅飾物擺設都好啊，呢一盞啊，可點解可以咁靚仔嘅？喂，邊有可能靚仔到咁噶？不過我靚啲。喂，阿達，有咩搞啊？哎，我去緊光華橙白竹節會啊！好鼠多。